没事，东西猫，西猫会长寿。大家好，我是八豆腰首席攻读生狗仔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帮八豆洗澡是发生什么事。这是他暌违在我们家一年呢、将近一年，我们帮他洗澡。因为以前呢，我都是自己帮狗狗洗澡，所以呢，这次我要挑战帮猫洗澡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大家先帮忙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的巴豆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？我们今天要帮林巴豆第一次洗澡。Hello， 我们非常惊恐，准备笑死。你应该是，你刚刚说，你已经知道你要发生什么事了。Hello， 收手啊！3 days later， 吓死宝宝了！刚刚经过一阵混乱，我们已经全身都是伤，但可以发现了新的方法，干洗澡他就可以接受。你没有干，他就是脚不能踩到水。这样可以是吗？这样就可以啊，这样舒服是吗？这样让你搓搓舒服是吗？你妈，我们已经约你抓到烂掉，抓到烂掉。我觉得他以后只能要一个小盆的水，抓到烂掉。这样子你就可以，哇，你这样好乖耶，你们的。我跟你说，紧紧张张，紧紧张张。来，一点点的水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不要太多水，你看他现在，然后他身体实在是太大了。你是真的不是毛包？你不是只有毛包而已，你是。他现在看脸。我们现在也只能很困难的用水接。现在还给你，刚刚跟你在这里安全。你现在好了，泡泡又没了，好吗？一直想出去，委委屈屈，这么委屈，不像我们虐待你一样。好笑我是可怕的吗？你是的，紧紧张张，好笑。洗完澡就在好笑。你再看，你看，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帮猫洗澡有多辛苦了吧？所以呢，其实如果你不用一年呐、不用帮它洗那么多次澡，就把它送去送洗，可能会对大家来说会比较轻松一点。但是洗完澡之后呢，我们才发现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多猫家庭，所以啊，它的味道改变了。那对于美好来说啊，他觉得他的领地被侵犯，所以就开始对他有一些低吼的行为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美好有这样的行为产生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两个都，他对什么对？两个都，怎么会这样？美好，你今天干嘛？他也很怕哎、我知道为什么了。为什么？你们都洗澡味道变了。差不多今天都相处一天嘞。下午还这样吗？没有啊。他也这样。没事。那是淋巴豆好吗？所以我们才知道啊，如果你是多猫家庭的话，拜托一起帮他们洗澡吧，他们才不会有这种类似攻击的行为产生。好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哦，谢谢您的收看。